尽管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曾经表态自己没有特别主义的团队，不过他随后也提醒胜选的领袖，往后行事必须和党魁的步伐一致。阿莫扎西昨天为三臂膀改选致辞时表明，他不希望党内出现各种派系，而是要领袖们摒弃个人利益，以一个团队出发，团结一致。扎西也敦促党员与时并进，跟上数码化的脚步，以便贴近年轻人，取得年轻人的青睐，并且在下一届大选重振旗鼓。如果固步自封，巫统将继续成为乡村政党。